在国际知名度方面呢，全球城市竞争力要排名要显著提升，要打造2到3个千亿级的规模的世界级的商圈，入境游的人数年均增长5%以上。消费繁荣度方面，全球消费的带动力、辐射力、引导力、创新力显著增强，最终的消费率要超过60%。商业活跃度方面，对全球消费链的掌控力显著提升，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要达到800家左右，各区至少有一个现代化的综合商圈和一条商业步行街，各平原新城至少有一家5星级的酒店。到达便利度方面，国际国内高效畅通的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基本形成，城市交通枢纽和商业体的通达度、融合度显著提升。消费舒适度方面，放心消费的软环境持续优化，消费配套服务的典范支撑和服务品质的首创支撑基本建成。政策引领度方面，促进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的完善，与两区建设等5子政策联动更加紧密，消费市场的开放度显著提升。